特别特别可怕，除了拍戏从来不出房间，也什么都不干，就没办法，就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2009年，潘粤明带着娇妻董洁做客鲁豫有约，他们当时还很恩爱，潘粤明更是在节目中直接表白称，我不管成什么样，有一件事我做对了，我娶了一个最好的老婆。我不管成什么样，有一件事我做对了，就是我娶了一个最好的老婆。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么一对恩爱夫妻会在3年后离婚，并因此闹得鸡飞狗跳，直至今日都没有和解。1974年，潘粤明出生在北京市，明明是胡同里长大的爷们儿，潘粤明的身上却总带着几分细腻和温柔。潘粤明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就连给他取的名字里都蕴含着希望他能够光明磊落于人世间的美好祝愿。受家中氛围影响，潘粤明很小就开始学习书法和绘画，按照正常剧情，潘粤明今后应该顺遂平稳地走下去，但他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一眼望到头的人生，所以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去剧组跑龙套，追求自己的演员梦。非科班出身的潘粤明自然是有天赋的，他在2001年就获得了百花奖和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提名。2005年开始，由潘粤明主演的《京华烟云》《红衣坊》接连登陆央视，他成了时下热度最高的男演员之一。在拍摄《红衣坊》时，潘粤明认识了单纯的像小白兔一样的董洁，两人假戏真做，在2016年谈起了恋爱。对于这段感情，舆论普遍认为是潘粤明高攀了。董洁16岁就能上春晚，20岁被张艺谋选中成为谋女郎，23岁因为央视年度冠军剧《金粉世家》大爆，冷清秋一角直接让她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女神。和董洁的国民度比起来，潘粤明确实稍显弱势，但要论起当时的发展前景，明显是潘粤明更胜一筹。董洁在爆红后就签约给了王家卫，想去香港娱乐圈发展。在香港等待着他的不是璀璨星途，而是冷板凳。既然不受王家卫重视，董洁就只能另辟蹊径了。他勾搭上了王家卫公司的主力干将影帝梁朝伟，梁朝伟带着他出席各类活动，就连45岁生日也是和他一起度过的。他们二人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梁影帝的正牌女朋友刘嘉玲反倒被晾在一旁。不过董洁还是斗不过刘嘉玲，差点闹了个被雪藏的下场，最终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内娱。和潘粤明相遇那年，正是董洁感情和事业的最低谷，刚遭遇情伤的小姑娘碰到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说不动心那肯定是假的。之后在2008年，董洁未婚先孕，怀上了潘粤明的孩子。9月26日，两人低调举办婚礼。对潘粤明来说，2009年注定是难忘的一年。年初他的儿子鼎鼎出生，5月他在拍戏时出了车祸，肺部受挤压破裂，几度危及生命。董洁听到消息后哭成了泪人，当即就推掉所有工作，在医院寸步不离地守着潘粤明，直到他康复。因为这次共患难的经历，潘粤明和董洁的感情愈发稳固。直到2010年，董洁在拍戏时遇到了其貌不扬却才华横溢的王大治，王大治的出现直接摧毁了这个幸福的小家庭。2011年，结婚3周年纪念日，董洁转发潘粤明秀恩爱的微博文，并说了一句：“恋爱3年，结婚3年，明年养一养。”这本来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成想后来真的一语成谶。2012年10月19日，知名爆料博主放了一个大瓜，声称潘粤明和董洁已经分手，原因在女方有了新欢。这则消息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潘董二人的婚变传闻引发全网热议。紧接着王大治跳了出来，他当众声援董洁，呼吁大家给他留点私人空间。王大治和董洁之间有过合作，为他发声也勉强说得过去，但瓜主直接就把他挂出来了。王大治瞬间成了奸夫，眼看着风向不对，另一位当事人董洁也坐不住了。董洁工作室发文抨击潘粤明粗暴无理，嗜赌成性，不顾家。董洁本人更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未语泪先流，率先博得了同情分。于是这件事儿再度反转，潘粤明从可怜的绿帽社成员变成了可恨的渣男。之后董洁工作室继续发力，关于潘粤明的负面新闻铺天盖地而来。一张潘粤明在澳门赌场的游客照成为他嗜赌成性的铁证，董洁经纪人亲自下场指责潘粤明霸占价值4000万的公寓，不让儿子鼎鼎进门。网上甚至有了潘粤明因为车祸失去性能力导致董洁离婚的留言。
10月21日，潘粤明终于做出了正面回应，这场离婚纠纷的具体细节也初步展露出来。根据潘粤明的自诉，他们夫妻俩背后是同一个经纪人在运作，这个经纪人之前就是董洁的助理，经纪人在任期内刻意打压潘粤明，不仅弄丢了多个契约，还让潘粤明自己出去谈工作，根本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潘粤明之所以容忍的，完全是看在董洁的面子上，而董洁的变心似乎也早有征兆。他在一年多以前就不再把工作酬劳汇入家庭账户，董洁还把潘粤明的表妹踢出了助理团队，转而换成了王大治原来的助理。虽然被泼了许多脏水，但潘粤明始终对董洁抱有最后一丝幻想。他说，对你对我们的感情，我潘粤明问心无愧，我什么都没做，我还在等，因为我爱孩子，爱这个家。潘粤明认为自己的家庭会变成如今的模样，他们夫妻俩都有责任，但一直在中间挑拨生事的经纪人更是功不可没，所以他把经纪人告上了法庭。案件开庭后，经纪人急于撇清关系，竟然声称之前的嗜赌声明是董洁委托其他宣传团队做的，他并不知情。法院最终判定潘粤明胜诉，经纪人及其他相关人士需要在报刊和互联网上刊登道歉声明。潘粤明赢了官司，却始终没有等到对方道歉，以至于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潘粤明依然是过错方，董洁才是那个冰清玉洁的仙女。2013年2月，这场离婚大战再次出现反转。娱乐记者卓伟拍到了董洁和王大治的亲密照片以及视频，他们同游三亚，激情拥吻，完全就是一副热恋中的架势。需要注意的是，彼时的王大治已有家庭，他的多年好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们夫妻感情好着呢，这边和潘粤明的纠纷还没理清，那边就和王大治搭上了线，董洁的玉女形象彻底幻灭，一夕之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儿。不仅如此，网上还出现了知情人士的爆料，声称董洁早在2010年就出轨王大治，抹黑污蔑潘粤明都只是为了掩盖真相。对于这些似真似假的传闻，董洁并没有做出回应，潘粤明的态度则是，我不愿意相信，但是会祝福他们。反倒是王大治情绪激动，他指责潘粤明，认为是他主导了这次的偷拍事件，这一点遭到了卓伟的否认。卓伟的团队早就盯上了王大治和董洁，2012年10月还曾拍到他们一起出行的照片，但董洁方面不承认，甚至还说这是潘粤明安排的偷拍。卓伟对此是极其愤怒，他说，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工作一个极大的污蔑，所以我一定要把你拍到，得罪了狗仔团队，自己又确实有问题，董洁的真面目会暴露出来是早晚的事儿。可惜的是潘粤明背了近半年的黑锅，虽然洗刷了冤屈，却失去了家庭和儿子，就连事业也遭受了重大打击。2016年，沉寂已久的董洁带着儿子顶顶参与录制了亲子类综艺《妈妈是超人》，在节目中顶顶谈到了他的爸爸潘粤明，他说，我爸爸很忙，长期在外面工作，家里只有我妈妈、姥姥和姥爷。 Father, why, mother? 因为我爸爸工作好长时间都不能看我，只有妈妈、姥姥和姥爷在家照顾我。顶顶的懂事惹人怜爱，于是便有不明真相的网友抨击潘粤明，认为他不负责任，不关心儿子。因为舆论的施压，一向不喜欢在公众面前提起家事的潘粤明做出了回应。原来自从和董洁闹掰后，潘粤明就再也不能和儿子见面。我能问你儿子吗？我基本就所有采访都不聊。你能见到他吗？我觉得这个有一定这个定数的时候再说吧，因为我不希望我说什么都会就是被别人放大了。我能明白你怕他会影响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他想关心孩子也没有机会，就连每年顶顶过生日，潘粤明都无法到场，只能在社交平台上为他送上祝福。就在网友指责董洁铁石心肠时，她的闺蜜却表示，董洁从未阻止他们父子相见。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潘粤明的前经纪人陈芷溪，他在朋友圈发文怒骂董洁。陈芷溪透露，当潘粤明的爸爸病危入院抢救时，董洁也不肯让老爷子看一眼孙子。事实上，从离婚至今，潘粤明唯一的执念也就是这个孩子了。潘粤明希望孩子知道，他是因为爸爸妈妈的相爱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正是秉承了这样的信念，潘粤明始终没有在镜头面前说董洁的坏话，他把董洁放在孩子母亲的位置，给予他尊重。但同样的，也希望董洁能放下偏见，让这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能陪在
儿子身边。